年四季不可缺。光涂精华液，我的皮肤明显觉得不够，把精华油加入我的妆前打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。它除了给我的妆感有一层朦胧的光泽，在一个空调里面你会觉得哦，越来越干或者是越来越紧绷，有了一个精华油打底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，而且没有细纹也没有卡粉。这个苦橙花白天妆前打底我就会用这个白蓝精油，你看我用到最后一滴了，几乎每天在用，整个金色的扣子都脱出来了。空瓶